Hello， 大家好，我是 Megan。今天的影片呢是久违的爱用品，有没有觉得说非常想念我拍爱用品的影片？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拍了呢。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近期几乎每天都使用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使用1个月以上，我都还是非常爱用，可能有半年左右我都一直在爱用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那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先帮我点个喜欢。那如果是新朋友还没加入过我频道的话，都可以订阅我，在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影片哦，或是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Facebook。 跟 IG， 那你才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哦。好，那就马上开始吧。好，那首先我先从彩妆保养类开始。第一个呢是雅漾的防晒乳，这块防晒是我近期只要我出门一整天的话，我一定会使用它。它是 SPF 501+的防晒，就是我平常会把它拿来当做我妆前的第一步。因为像现在夏天太阳非常的大，如果出门一整天的话，我真的是不敢不使用防晒。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讨厌用防晒的人，我觉得要多上这个步骤很麻烦。可是为了怕就是胶原蛋白流失，还有皮肤提早老化，所以就算很麻烦，我还是会就是多使用一个防晒。那这一罐防晒它是这种压拱式的，我挤在手上给你们看，它是就这种乳状的。那它用起来呢是会让皮肤有一点点泛白的，就是你用完的时候，你皮肤就是会有白一阶的感觉。所以呢，我用完它之后，就是会再上底妆，这样子让我的脸还有脖子才不会有那种色差的感觉。像是你们看，我现在用完这只手，你看它这只手就看起来有白一点点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完全不熏我的眼睛，因为我的眼睛非常的敏感，有很多就算是主打说脸部可以用的防晒，我还是会流眼泪。我试过很多防晒，他们都会熏我的眼睛，所以那种防晒我就只能把它拿去擦身体，没有办法用在脸上。但是这一罐我自己用下来是不会有熏眼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眼睛可能比较敏感的朋友，但是你一直在寻找脸部防晒的话，你们可以找找看这一罐，或者是说你们有喜欢哪一罐防晒，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因为我10月份要去泰国，所以我最近一直在物色各个防晒，因为我怕我去泰国可能就是你知道会直接像是一个黑炭回来。所以如果你们有自己喜欢的防晒，都欢迎跟我分享。那这一罐防晒它的黏腻度我觉得是中等，就是你上完你会觉得说你有擦防晒，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好像没有擦任何东西。所以呢，我用完的时候我是习惯一定会上蜜粉，不然就会觉得说整个脸好像黏糊糊的，就是你出门感觉灰尘都黏到脸上的感觉。下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trice 的口红，这个牌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它是一个德国的平价品牌，它的价格大概跟 Essence 差不多，就是超级无敌便宜的。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极赞釉色雾面唇膏，我跟你们说他们家的唇膏不得了，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我最近每天出门都是使用他们家的唇膏，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漂亮。我买了他们家不同类型的唇膏，因为我打算之后要拍评比的影片给你们看。那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3个雾面唇膏，因为我真的觉得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个呢是这个010号，这个颜色呢是一个干燥玫瑰色，给你们看，它是一个就是裸粉色。这个裸粉色我觉得应该是你们每一个女生都会觉得很漂亮的。然后呢，再来下一个，这个是090，这个090呢，它是比上面还要再深一些些，但是也是有一点砖红色的感觉。下一个颜色是020，它是有一点点玫红色的感觉，给你们看。他们家的雾面唇膏颜色超级饱和，而且你们看这3个颜色都很漂亮。我上一次拍 Seven 牛奶糖奶茶的试喝影片，就有很多网友来私讯问我说 Megan 你那天擦的是什么唇膏，因为你的吸管上面看起来都没有什么转印。我用的就是他们家的唇膏，因为它是雾面的，所以你在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掉，你可以这样子大概一整天都会这么的持久。而且他们家的价格极度佛心，我记得这每一支唇膏都不到200元，而且他们家的包装是非常有质感的，它不是像是 Wet and Wild 那种就是透明的盖子，然后你这样子放进去的时候还会就沾到你的口红。它的口红本体是这种，你看它就是非常漂亮，然后它的这个也不会有很重的塑胶感，也不会沾到你的口红盖什么的，所以它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唇膏，你们可以去保养试试看自己喜欢的颜色。那如果你们不想找的话，可以试试看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是010、090还有020这三个颜色，就是我觉得都是很百搭，就是不管你是画什么样的眼妆，或是你今天是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很衬肤的颜色。下一个是我收到宝拉甄选他们家的这个抗老化柔肤 2% 的水杨酸身体乳。如果你有追踪我 IG 的朋友，应该知道说我最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健身房运动。 那我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我喜欢穿无袖的衣服，因为我觉得就是运动起来比较舒服，也比较通风。那我就发现说，就是我自己的背后会有一些痘痘的问题，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我穿无袖背心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的背就有一点点红红的，或是有一些痘疤之类的。我就开始使用这个身体乳在我的背上以及手肘的部分，因为我的手肘算是我皮肤蛮干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这里不是都会摩擦嘛，所以这里容易就是会黑黑的。然后在我使用 大概1-2个月左右到现在，我觉得它的那个效果超级明显的，就是我现在右边的这个手肘有擦这个身体乳，左边是连续2个月都没有擦。我现在两边手肘的光滑度就差超多的，我这样子给你们看应该看不太出来，我会再直接放比较图给你们看。就我现在右边的手肘摸起来就是滑滑的，而且看起来是很光滑的，也没有那种 粗一条一条的感觉，但是我左边的手肘现在摸起来就是一粒一粒的，而且会有那个条纹的感觉。我现在手肘两边是有非常有感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也是就是可能手肘啊或是膝盖都有可能会有暗沉的问题，那如果你就是觉得说哦这样子好像不太好看，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要不要使用这个身体乳，因为我之前就是看网络上 PTT 啊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使用起来很有效，我自己使用下来也觉得它改善我皮肤那个一粒一粒粗粗的感觉。 很明显，就是我现在常常有事没事就会摸我这两边的手肘，就是觉得说，它的那个皮肤的光滑度真的差很多。它的这个身体乳挤出来是这样子白白的，然后是蛮水状的。那这个水杨酸身体乳，我觉得它用起来的味道没有到超级好闻，就是 它不像是我们一般身体乳会有那种香香的感觉，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真的很有感。如果你们也是有那种手肘啊关节有粗糙的问题的话，可以去试试看这一罐。好，那彩妆保养品的部分结束了，接下来进入生活用品。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这个，它是无线蓝牙耳机，这个是我为了就是健身的时候听音乐买的。那这个呢，我真的觉得它是我近期买到 最满意、最实用、最生活的东西就是它，就是你挎在你的脖子上，然后呢，你就这样子戴在你的耳朵里，就是耳机当然戴在耳朵里啊，不然要放在哪？然后它是有一个就是外耳这里，你可以插在你的就是这边。我现在讲话会不会变很大声？好。 就是这样子用，我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介绍说它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耳机。那我自己对于就是这种3C 产品，也就是看人家的心得，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买买看。结果呢，我买到真的非常的满意，我买了大概2个多月左右吧，就是每天就是爱用到一个不行。特别挑这种有线的耳机，因为它平常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挂在脖子上，你想要用的时候再放到你的耳朵里面就好。因为有时候去健身，如果突然有人要跟我讲话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拿下来放在我脖子上。如果是那 这种没有线的，就会很容易说你拿下来不知道放哪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耳机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它有吸铁，所以呢它可以这样子吸在我的，就是这样子像是项链一样。所以呢我平常带着它骑脚踏车啊，或是健身走路什么，它都完全不会掉下来，因为它就会这样子 挂在你的脖子上，所以呢，这个是我近期买到非常喜欢的东西，而且它的颜色是很可爱的粉红色。我特别挑这个淡粉色，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买黑色的耳机的话，非常容易可能就是我掉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我去那种寻人柜台，可能会有100副就是黑色的耳机在那边，所以我就特别挑了这个 很清新可爱的粉色，这个耳机它是靠蓝牙跟你的手机连线的，就是你只要把蓝牙打开就可以跟你的手机就直接配对。那我觉得它配对的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只要你配对过，然后你手机的蓝牙打开，再搭配这个，你只要一打开，它大概3秒钟就自动连线上了，所以非常的快速，而且它不会就是你用到一半它就突然断掉了，就是它连线的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稳定。如果你不主动把它关掉，基本上它不会 自己断线，而且就是如果你平常可能你在健身房的时候，你不常会在器材这边，那你可能去拿个酒精啊还是什么，就可能会突然远离一下你的手机，但是呢，它也完全没有断线，就是你的音乐还是会一直在你的耳机里面播的。这个耳机我已经推荐我身边2、3个人去买，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还蛮有那种劝败的能力，就是常常我朋友看到我用什么觉得不错，就去买来用用看，然后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如果你也是在找这种无线蓝牙耳机的话，我非常推荐这一款。它的价格我买的是999，就是1000元有找，我觉得算是 CP 值还不错的。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这个宜得利的腰靠，这个东西也已经成为我朋友圈的团购商品了，就是我用起来觉得很舒服。然后我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是那种久坐啊，要用电脑什么的，他们也很常会有那种腰酸背痛的问题。我就说我用这个觉得它很舒服，你们去买买看，就是每个人用了都觉得真的很舒服。这一款就是特别是宜得利的这一款腰靠。它非常的符合人体工学，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你看它这边是窄，然后上面是高，你放在你的就是椅子上，像这样子，我平常就是会这样用电脑，你就会很轻松的让你的脊椎这边是挺的，你不会有一种觉得说好像有人逼迫这样子打着你的脊椎，让你逼着你用紧，它是一个很舒服柔软的垫子，就会让你的就是我这样转过来给你们看，会就是你们这样看得到吗？就是像这样子。它就这样靠在你的背上，所以你平常这样子坐着用电脑啊、打键盘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抬头挺胸，这样子自然我的肩膀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酸痛。因为我平常是一个用电脑时数非常长的人，我一天可能要用到18个小时以上，所以我非常需要一个好用的腰靠。那这个腰靠呢，是我用过真的非常舒服的，所以如果你也是就是久坐办公室啊，常常要用电脑的朋友，我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去买这个宜得利的腰靠试试看。好，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它是 Diva 的指甲彩绘贴片，我不太确定这种甲片它正确的名字是什么。这个是我近期非常爱用的指甲甲片，我买了超多盒，这个是其中一盒，我手上的是一部分。你看这个至少已经有10盒以上了，代表我真的非常喜欢它。这个指甲贴片它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粘在你的指甲上面，我可以放几张，就是我用它的照片在旁边。就这个贴片，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我指甲甲面的形状，因为它有卖这种就是长方形纸面，那我自己的指甲刚好也是这种方方长长的，所以我用他们家的贴片非常符合我甲面的形状。那我自己用他们家指甲贴片的习惯是，我会用不同盒去搭配，就是我会买同色系的，譬如说3盒，我就用这一盒里面的可能食指跟中指，然后这一盒用无名指，然后另外一盒用大拇指或小拇指，这样子慢慢去搭配。所以呢，通常这样子一盒我至少可以用到2次以上。那以一个指甲彩绘价格，这样一盒大概是200到300元，我觉得可以使用到2次，算是 CP 值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去外面做指甲彩绘的话，至少如果你是要光料指甲的话，便宜的可能大概800以上，那贵的可能就是1000多或者2000。所以呢，我觉得它用起来就是以它很可爱的这个效果啊，还有它用起来持久度，我自己可以撑到大概1到2周左右，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满意它的表现。那这个指甲贴片目前台湾是只有屈臣氏买得到，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屈臣氏找。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看我贴这个的技巧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因为我不太确定你们有没有需要这个影片，因为它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只要把它拿下来贴到你的指甲上，这样就好了，非常简单。然后你再稍微修一下你的甲面就 OK 了。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那个影片的话，再留言跟我说。好啊，那以上就是我近期非常爱用的东西们，真的是满怀着爱心跟你们分享，因为这些东西我真的是太常用了，或是用到真的觉得说它 CP 值很高啊，或是它在我身上效果真的非常好。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记得要把资讯来打开，看看我都用了哪一些东西。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你们近期有没有用到哪一个东西，也是每天都很喜欢、每天都很爱用的东西，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们看完觉得还蛮开心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个喜欢。那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没有订阅过我的话，都可以订阅我，在每个礼拜都会看到新的影片哦。如果不想错过影片的新通知的话，记得要把订阅钮旁边的小铃铛打开来就可以啦。那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Facebook 或是 IG， 才可以看到我最及时的动态。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